我在土套楼都给一小个袋，准备读书你读下，你老早好那个师傅，他准到的，你领书准备读书呢，该是谁说的呢？小姐，姑娘呢？看着呢，孩子啊，你肚子操劳的呢，你路过的地方，你怎么这么多路呢？我，哥有路呢呀，孩子，你没有路过穿过土地？嘿，我念到路过些。你在？嗯？是谁写的这么这一段的歌啦？我家是么念的？要你孤独独弄有哎，嗯，我读书。我偷了好难上。估计要等呢，我怎么念书？那个了，孤独独弄有米家，你念要念书呢，只要点头哎，路哪来去？怎么等位？怎么阿姐哩呢？不要，嘟嘟，我看了些，我有阿姐说。嗨，你嘛，大热嘛，加油，牛肉。嘿，过年电视。对，我看你还嗲，我只要点头了，我有念嗲，我有故事。我呢？插在心头，要嘟嘟要要。哎呀，姐。这么厉害了，还这么能多担心那个事？我那个事，多么这个事，你这么难，那个又……哦，个有人家给我一台能够让好古拍给，嗯，我就操心到古马里么在能够努力，就见了，照顾这么的难呢，结果侬又在这么不得开古么债呢，结果这么在能够都搞呢，嗯，加油！我都不行了，我都不行了，我给他什么说了？我给妈说。哇！听，妈说话。姑娘上场，哇！